吃光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壳能不能吃，但感觉好硬啊，应该不能吃吧。好吃。这个牌子叫菲诺，刚才这个椰子是菲诺的，然后是这两个好利来的面包。其实好利来不光半熟芝士还有芝士蛋糕好吃，他家的面包其实做的也都不错，但是这个玉米的我也没有吃过。嗯，然后先吃一下这个玉米的吧，就看着特别诱人，上面满满的都是玉米。我刚开始以为它会很甜，完全没有，它沙拉酱是有一点咸咸的，然后上面玉米是甜的，中间还有肉松和火腿，嗯，就是咸咸甜甜，但咸多于甜，就料还挺足的，挺好吃的。接下来是这个丹麦叉烧，这个闻起来真的特别香，里面有超多的肉松。这个烤一下肯定更好吃，它外面那个就会变得脆脆的，然后上面这个也会变得软软的，特别香。